现在来到三义市场前面。三义市场的玉饼牛肉面的招牌很大，在这个市场前面呢，等一下在市场的这个彩云面摊呢、有县长还有几位长官要过来颁奖。现在来到市场这里啊，看到我们的刘龙义在这里，在这里坐镇管理，现在等县长过来哈、来颁奖吧、应该是对颁奖好500碗的500碗的得奖嘛，零件得奖啊，没有，买鸡肉煮鸡蛋，今天礼拜二啊，这摊位比较少一点。好，就是这摊彩云面食得了500碗的评鉴奖，等一下县长还有几位长官呢要来这里颁奖。彩云面食一家三代人在市场经营面摊，约有50年了。现在由彭贤妮、阿妮姐和儿女们一起经营。我们的彩云姐姐在这里。妹妹大姐。啊，今天呢，你们是主角哦。你们是主角。主角在这里。啊，你们都是主角。哎，你们都是你们的功劳。谢谢。啊，这个全国，这个全国有名的，不简单了。啊，要全给得奖的，你要全给新的，你啊。哎呀，没啥米的，你啊。啊。他的特产。贡丸汤、豆腐汤，啊，这个水晶饺，他说综合汤啦、啊。综合汤哈、啊，有名的综合汤。猪头肉汤。瘦肉汤。这个是猪头肉。猪头肉。哦。这个是粉肠。啊、可以看得到，它价位也是很平实啊。这个水晶饺面60块，骨头肉面80块，综合丸子汤110。每天都是客人满座的了。谢谢你啦。面摊主打客家面食，综合丸子汤为招牌品项。在这边捡粉肠，这粉肠的味道很好的。一手啊，要讲鼓励，哎，谢谢。哦，然后现在煮的是豆腐汤了，综合汤。做一碗不是？综合汤，好吃又大碗的综合汤，内容很丰富。韩爷那边的现场看到，现吊砖，获得食客们的一致好评。你也差不多。第三代的面店啊。
啊，我们邱文山来这边享用。哎，我们的邱文山来这边品尝一下，你也是给他品鉴一下。数十年来，阿妮姐一家人辛苦的操持，熟练的动作和美味的料理。这次农国入选2023年500碗小吃评鉴，也是实至名归。这边可以看到三叶乡彩云安妮面食。这里有个彩云面食，双红甜米。现在我们的市场管理员啊，在这边在准备奖牌，准备颁奖。前置作业。啊，前置作业准备好，差不多快到了，应该快到了吧？啊，快到了吧？啊。啊，这是管理员杨志明，啊，年轻有为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洪小姐，啊，我们的市场的美女。哦，这个记者们现在来了，记者在采访这个客户。啊，好好吃啊！你要不要吃？你要放了，我要去收银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中和汤。啊，现在记者们先到了。第三代总料，好，现在鞭炮先准备好来哈，准备迎接贵宾，然后这个做颁奖仪式。过来过来。好，县长来了啊。还有那老板娘，还有，容易哦，很容易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姐姐，老板娘来，顶一下点，好不好？我看是要进去，落来，落来吧，叫落来板叫，落来板啊。老板娘啊，这里，这里。那个局长你要过来一点啊，我在喊过来，他已经过一条，那个李议员还过一条，那记不到。看不到他本人，你帮他拿过去一点。照安老板娘照到了一下。好，可以这样，可以的。好，维持这样。来，小孩先下来。等一下啊。好吧，好，谢谢。我讲了你们就被你们就听了，哦，主管没有说，哦。
注意啊！馄饨，猪肝猪肉，哦，来还是煮面呢？一三一万来啊！要来煮一碗吗？要来煮一，来煮一，一碗，一碗啊！来这。所以他这个起名字的过程也是很精彩，都很有故事哦。我想这个就跟三义以前的小城故事一样哦，有故事的地方就会很美丽，啊，有故事的地方也会很棒。所以在这里就祝陈念念生意兴隆，也祝福大家，谢谢。来这个，谢谢啊。主持人用麦克的啊，麦克的，生意也好啊。嗯，要你看一下安妮姐的葱面的安妮姐。啊，要出来那条路。哎，要弄下个加生面的蒸鸭啊。啊，你是金碧清神功？按摩，按摩棒咯，按摩胸咯，哈哈哈！真的，啊，自己扎些麻布来，也舒服咯，唔要这样，还当职业呢。哎呀，哈哈哈！哎呀，以后啦，一光荣啦。谢谢大家啦。哎，我们的。赖景春，你朋友吗？哎呀，他又来啊！艺术家，哎呀，艺术家，以前的对。啊，我是三年的伙伴，对啊。啊，准备县长吃面吃完，乡长吃面吃完就准备结束了哈。我们的主席在这里哈，主席今天这个在这里做正领军，
你的地盘呢？大家的。啊，现在吃完面了哈、啊，也是颁奖结束了。